个愿望，点亮一盏光，让它把未来都照亮。甜甜的星光，温暖的海洋，那是你骄傲的远方。陌生的城市，看着人来人又往，昨日的泪光已经淡忘，伤心的过往，我会陪在你身旁，度过每一个晚上，用尽我的全力给你最美的星光，我会陪在你身旁，实现所有的梦想，明天你会看见有道最美的彩虹为你绽放。到家了，上去吧。嗯。别再不开心了。谢谢。再见。杨欣。我想跟你说，对不起。你不用道歉了。我跟田飞。秦明，我原本只想谈一场美好的恋爱，但是现在我根本感觉不到美好。最近发生太多不开心的事了，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应该分开一段时间，各自冷静一下，想想清楚之后的路应该怎么走下去。否则盲目前行，结果只会更糟。这是你心里的想法吗？那好，我尊重你。你穿婚纱真的很美。你怎么在这里啊？琳达呢？我在这儿呢。怎么觉得你穿的像条金鱼一样？啊，不不不不，是美人鱼。啊，良心，我刚刚穿这件的时候怎么没发现这么好看啊？哎，因为你不是良心嘛。找死你！啊，不不，我觉得你穿这个更美。真的，真是你。这一身呢，是这家店里面最贵的一件，
果然我穿最贵的才是最美的。啊，我觉得你还穿良心那件比较适合。燕山，您的礼服准备好了，请跟我走。快去吧，兄弟，咱们去挑最贵的。那个童俊明，不管从各个方面看，都还挺不错的嘛。你赶紧收了吧，不收多可惜啊！我去换衣服了。哎，别呀，穿这么好看，我们一起合个影吧。新年快乐！恭喜！谢谢！恭喜！谢谢啊！哎，那些女人是谁啊？哎呀，前女友。什么？前女友？就他们来干什么？参加婚礼。有病吧？哪有人把前女友叫来参加婚礼的？哎呦，老婆，这买卖不成仁义在，对吧？分手也可以当朋友，朋友还可以参加婚礼，对不对？别生气，别生气。哪有你这样的？那只能证明老公我情商高，对不对？我不管，你赶紧叫他们走，否则这个婚我不结了。哎哎哎，姑奶奶，丁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哎，哎呀，姑奶奶，你快过去看看，发什么脾气？你怎么回事啊？这是？哎，这，姑奶奶，你有话就不能好好说吗？这可是我们的人生大事啊！我不管，只要有他们在，说什么我也不结。他怎么能跟你比呢？我叫他来是让他知道，只有像你这样的女神才配得上我，让他死心。周天伦，你自我感觉太良好了吧？什么叫只有我这样的才配得上你？我还觉得你配不上我呢。我，好，是我不好。可是人都来了，难不成我要他走吗？这是。琳达，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外面很多客人呢。是啊。是我不好了。良心，你也在。哎，你知道吗？你跟我哥站在一起啊，真的好登对啊。你们俩还没有和好啊？哎，亲爱的，你怎么还在这儿啊？琳达等着你挺久呢。啊，我现在过去。那我先走了。哎，哎，快！啊，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撤资，对，刚刚收到的邮件。
我也奇怪陈总为什么会突然做这样的决定。但是项目到此为止没有出现任何的影响啊，童总。我觉得这件事不仅对我们集团有很大的影响，对他们来说也是存在很大风险的。这样，这个事情你暂时不要告诉任何人。好的，这个该交代的我已经交代完了，但是我就是怕消息太大了盖不了太久啊。这样，你叫方梅准备一下陪我去见陈总。好的，知道了。那这个事儿就麻烦你了。请进。陈总，童总到了，这边请。哎，金明，过来坐。陈总。你好，陈总。田总，你也在啊？童总，别来无恙啊。俊敏，对于西郊这个项目，构想还是不错的，但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虽然巨正国际拿下了三号地，但是并不代表后期不会有其他方面的阻碍。俊敏啊，我要提醒你，官员们不好打交道啊。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不用我多说，我想你也应该清楚。西郊那你想问什么？良心他去吗？良心的情绪不太好，可能也不去了。为什么？我还要问你呢，俊明，你和良心付出了多少辛苦才走到今天？这份辛苦对良心也是一样，他付出的甚至比你都多。换做任何一个女孩看到你和田飞这个样子，有哪一个能像良心这样安然接受？俊明，你当年说的话可能已经忘记了，但是我还记得。我现在原封不动地还给你，你自己的女人要自己负责。那个田飞有没有再来过？小姐，请问你们童总在吗？田女士，你怎么突然就来了？哦，我们童总正在……我今天不是来谈公事的，你打个电话给他，告诉他我来了。好，你稍等一下。喂，童总。啊，我是秘书处的 Mandy。 陈总的代理律师田小姐过来找您，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啊，好的好的，我带你过去吧。不用了，我认识路，你们忙吧。
你们说，刚刚那个人是谁啊？不知道啊，不过好像跟童总很熟的样子。童总的老乡好。老乡好，看着也不年轻啊，这得多老的相好。不过你们看那人的气质，可不是一般人啊。关于陈总要撤资的事情，我刚刚听说过了，确实有点可惜。其实合作的合同都已经拟好交给我看过了，没有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陈总说撤资就撤资了。撤吧，生意就是这样的，这家撤了换别家吧。换别家？没有那么简单吧。这么大的项目，平地起高楼是不可能的。你们为了吸引陈总，一定下了血本。现在他突然撤资，我想全国都没有第二个陈总能够吃得下这个项目。难道这一点你之前没有考虑过吗？我不相信。 Alex， 在我面前你就不需要再逞强了吧。其实啊，我今天来是带给你个好消息的，你想知道吗？什么好消息？陈总约我吃饭。敬我一个，我就给你吃。好啊！哎，我给你吃，给你吃，给你吃。这还差不多。喂 ，Linda， 你在哪儿呢？我在家啊。哦，好好，那我这就去找你。哟，另有新欢了吗？去你的！良心心情不好，找我去陪他吃饭。田小姐，今天叫你来，主要是想问问美国总部那里的意见。你也知道，我们公司毕竟是亚洲分公司，西郊项目是个好项目，但是风险过高。我们作为分公司，不能不顾及总公司的感受，你觉得呢？陈总啊，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钱飞提供的确实是极其优厚的条件。不过我仔细看过钱飞送过来的材料，我发现他们的目标完全是五年之内的市场，五年之后我相信他们的利润将会大大降低。但是矩阵国际的计划五年之内可能利润没有那么大，但它却是一个可以长久坚持的项目。是啊，你的想法跟我一样。西郊项目可能是我们公司投的最好的一个项目，也有可能是我们公司做的最差的选择。钱飞那边的短期利益自然大于长远利益，但是它却可以保证我们公司的长远的平稳的运行。但是这又跟你们想做百年企业的计划背道而驰啊。远水解不了近渴啊。那如果有了近水呢？田小姐，难道你有办法？美国总公司亚洲区的负责人曾经跟我在美国的律师事务所有过长时间的关系，我帮他解决过很多的问题，他也是我在美国的学校的校友。我跟他联系过了，他发来了一个电邮，说为了支持你们能够顺利地完成西郊的项目，愿意追加资金。追加资金？追加多少？百分之五？哎，
那也解决不了问题呀。50%。50%？嗯。哎呀，田小姐，那你可真是帮了大忙了。没有啦，只是工作的一部分而已啊。不不不，这个事情呢，回头我一定要隆重的感谢你。那么现在就只有一个问题，之前的突然撤资，我那么果断地回绝了矩阵国际童总的那个要求，现在啊想想实在是太冒失了，我都不知道该跟他从哪里开始谈合作的事了。陈总啊，工作的事先放一放吧，这一家餐厅的菜是一流的，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推荐的，你一定要尝一尝。田小姐不仅是商业奇才，朋友当中也是卧虎藏龙，还有美食家呀。我这位老朋友你也认识的？我也认识。那他是谁啊？我可以坐在这里吗？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原来你说的那位老朋友就是童总啊。童总可真是深藏不露啊，有了田小姐的鼎力支持和童总的诚意，西郊这个项目我投定了。那我就提早预祝我们这个项目顺利进行。顺利进行。这次真是有缘。是啊是啊。这个味道还挺好。嗯，不错。怎么了？啊，确实不错。俊明。那我们换一家吧。来，这样。凭什么呀？这个就要在这吃。多谢陈总。这世界也太小了，居然在这碰到他，真是欺人太甚。走。能吃是好事啊。能吃是福，对吧？是啊，是啊。哎，他就是田飞啊。要不我们坐远一点吧，这里离得太近了。怕什么呀？就是要听听他们说什么。童总，你是不知道，这一次我能够投资西郊项目，可以说全部都是田小姐的功劳。说实话，我在商场打拼了这么多年，像田小姐这么优秀的人才啊，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我就纳闷，这个田小姐为什么对这个项目如此上心呢？今天我看到童总的多才多艺，我理解了。大家都说童总还是单身，要我看呀，如果要结婚的话，那必须得娶田小姐这么优秀的人。这都什么人呢？这童俊明居然一言不发，真是太过分了！不行，必须得给他个教训。哎，琳达，算了。他居然还敢脚踏两条船，要我说啊，他根本就不配做你的男朋友。他以为他是谁啊？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啊？还结婚就得找田小姐这样的？呸！他也配结婚？哎呦，时间不早了，童总，那我就先回去了。那我送你。不用了，我有司机接我，要不你就送田小姐回去吧。好。嗯。陈总慢走。好，再见。谢谢你啊，陈总。再见。谢谢。那我们也回去吧。好，那我送你。嗯，好。你现在放心了吧？是啊，这次啊，真是谢谢你了。客气了。你好，两位小姐，请问需要吃点什么？啊！田飞，你不要问我，我是不会告诉你怎么做的。嗯，谢谢。你要谢我的还多着呢。晚安。晚安。童总，这些资料是陈总他们刚刚送过来的，你下班之前必须看完。陈总不是撤资了吗？这件事情非常复杂，总之我们要开始启动跟陈总重新合作，这件事情你必须要重视。好，我明白了，我现在就弄。
梁青啊，恭喜你呀！我被提名最佳女主播。对呀，你不是年年被提名，年年拿奖吗？怎么，这么一副惊讶的样子啊？我今年绯闻闹得这么厉害，我居然还会被提名？这就说明你的主持能力有目共睹，不受绯闻影响啊，这是好事儿啊！到时候我陪你去，一块走红毯。你要跟我走红毯啊？对呀，有什么问题吗？我今年就不去了吧，反正我去了也不一定能够拿到，你也知道的。我对这种活动其实没什么兴趣。不行，你必须去，你不去谁陪我走红毯啊？蔡总。再说夏蕊今年也被提名了，难道你不想跟他好好的角逐一番吗？夏蕊她也被提名了。对呀。我去。童总，您听说了吗？梁心姐又入围了今年的最佳女主播了。真的？真的。那好，你去公关部看一下，看这次盛会他们有没有邀请函发到我们公司，如果有的话我去参加。哎，好。梁心姐，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能和你一起提名最佳主播奖，我真是又高兴又惊讶呀。怎么会呢？托你的福，我今年都已经上过很多次头条了。梁心姐，你还是那么会说话呀。不过我想这评审也不是瞎子，不会把这么重要一个奖项颁给一个艺德太差的主播吧。夏蕊，你之前不是一直都很自信吗？怎么今天突然开始妄自菲薄了呢？在这里啊，朋友请我来做嘉宾。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抛头露面了。既然他们都想看我，就让他们看个够呗。你想让他们见你，那是你的事。麻烦你离我远一点。今天这里那么多记者过来，我可不想跟你们闹出什么绯闻吧。今天所有主持人旁边的这个位置都做了紫砂拍卖，我正好拍到你旁边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可是整台晚会最贵的位置。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参加2015娱乐传媒双联奖颁奖典礼，我是主持人小妍。我们要颁发的这个奖项是今晚最受瞩目的奖项，最佳女主播奖。那它将花落谁家呢？是我们情感类节目的梁心，还是我们娱乐类节目的夏蕊？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个奖项，获得2015双联奖最佳女主播的是
夏蕊，恭喜夏蕊。那么，让我们有请我们组委会的主席赵显峰先生来为我们的夏蕊颁奖，有请。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获奖者夏蕊。谢谢，恭喜恭喜。说两句吧，我现在真的非常激动。跟我一起提名的女主播都非常的优秀，我真的没有想到是我，我真的受宠若惊。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就是良心姐。良心姐说一定要让我用实力赢她，今天我做到了，谢谢你良心姐，谢谢大家，我以后会努力的。一切顺其自然吧，好吗？别生气了。梁心啊，别沮丧，你是老冠军了，这次夏蕊得冠军你就让让他，再说啊，你是他的师父嘛。知道了蔡总，别放在心上。童总啊，你劝劝他。你干嘛喝那么多酒？要你管，今天离我远一点。良心，你不走我走。童总，又见面了。童总有心事。良心，怎么样，良心姐，我还是赢了吧？那又怎么样？哼，想不到你靠一个男人撑腰都赢不过我，你不是让我靠实力说话吗？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可说？这个奖我已经连续拿了三次，如果你可以连续拿四次的话，我就承认你赢我，要不然呢，你就继续努力。没事吧？梁心，你有病吧？你干嘛推我呀？喂，梁心，你又上头条了。什么头条啊？你和夏蕊的泳池大战啊。哎，我发个链接给你啊，太精彩了。明显夏蕊是故意泼梁心的嘛，真看不出来呀、啊、他分明就是个绿茶婊嘛。这么看来梁心是该推夏蕊，这么看来梁心是该推夏蕊。我送你回去。不用了，我自己打车回去。你相信我吗？
哎，你们怎么插队呀？他是老板娘来的。老板娘吃饭也得排队呀。哎，你放心吧，我们不是来吃饭的。一会儿等你到了，我来给你代位。哦，行，进去吧。哎，还挺有老板娘风范的。那是。给菜。周天伦。哎呦，老婆啊！哎呀，来，今天怎么回事啊？先坐下。来，喝水。今天外面怎么这么多人啊？今天东家有喜，按折一天。哎，你疯了！哎呦，孩子奶粉钱还指着你呢。哎呦，就一天嘛，我高兴，我乐意。我向你保证，以后的奶粉钱我一定会努力赚。就你嘴甜。今天外面这么多人，我去帮个忙。喂，快走，快进抢救室，快点！顾总，你好，顾总，麦迪。方梅还没有来吗？还没来。好，你忙吧。微病犯了，你现在在哪？先这样吧，我请病假。喂，喂，陈总，请。陈总，欢迎。不必客气，以后大家都是自己人，精诚合作，精诚合作。欢迎回来。哎，童总太客气了，能重新回到合作，我很高兴。这次啊，多亏了田小姐的功劳。陈总，我会以西郊项目的成功来回报你对我的信任。童总太有魄力了，来吧，咱们先把合同签了，把合同签了我就安心了。合同我已经准备好了。
合作愉快，谢谢。哎呀，真是不容易啊，西郊项目终于可以确定下来。哎，这次的第一功臣绝对是我们的田小姐。陈总，你刚刚说童总见外，你这么快自己就忘了？啊，对对对，怪我怪我。哎，上次我们吃饭没有喝酒，这一次啊，咱们一定要好好喝一场，不醉不归。好，等一下庆功会，我们不醉不归，喝酒。喝酒。行。现在陈总的投资落实了，心里是不是踏实了？天飞，这段时间见面，我好像一直在谢谢你啊。那我想知道，这句谢谢是来自童总，还是来自 Alex 的呢？天飞，我是发自内心的，真的谢谢你。光说没用啊。要有实际行动哦。那你想要什么？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陪我吃点东西吧。庆功宴不是刚吃过吗？我刚刚没吃好啊。怎么了？约人了？没关系，那我自己去。哎，等等，我去开车。男人香。